好风里雨里，下饭时间等你，点赞加关注，下次恰饭不迷路，祝点赞各位一夜暴富啊。那么今天咱们继续口口服随精神化搞起啊，这话咱们运气还算不错啊，有一个赛季疾风之翼啊，算是垃圾配件啊，不过这把枪的话保命能力还是很强的啊，大家非得能得住呢啊。咱们资助资助憨憨僵尸啊，这个口口人的话喜欢玩三分钟啊，三分钟的话这个图根本就抓不起来啊，但这样就要迷之抓了起来。他红箱子被剪掉，咱们等下一波箱子啊。哦，在哪儿？在室内那个人质房过道那个地方啊，咱们进去看一下啊。别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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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刷佛点，那么赵群的妈就没了。别刷佛点，别刷佛点。兔神家、超兽家、炮台兄弟们，把狗驼打在公屏上！我操啊！你永远可以相信白仙子武器的含金量啊！咱们先回大桥，一个菜莲花，咱们把它解决掉啊！送你个炮台，拜拜了，弟啊！好，幸好咱们不捡不捡啊！要禁住诱惑，来，超兽先展开，先自助啊！来一发金环冲刺，僵尸串串香啊！在生化三里面啊，只有兔兔、天使加蓝羊棒啊是 T 零级别的存在啊，像什么吕布啊、虎神、牛牛啊，都只能算是 T 级别啊，因为他们生化三里面的话有点拉胯，根本打不动僵尸的。哎，不过咱们兔兔的话完全不同滑板啊，兔兔在生化 Z 里面很强，生化三里面还是很强啊。他这发金环冲刺的话只有0.5%的假修，坚持必死啊，必死。咱们先把超热的红圈给打好，哥夫的话没有去黑雾啊，黑不拉几的什么都看不清楚啊，咱们还是小心一点，互动还没冲的话咱们不要打太烂啊。不过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了，咱们还是去杀点僵尸吧啊，不能白拿个兔兔对吧啊，不能白拿个兔兔，来今晚冲刺冲一发冲一发，哎，兔兔太强兄弟们啊，来自助啊。好，咱们先撤退一波啊，玩这个模式的话咱们只怕蔡林狐狸啊，别的僵尸咱们都不怕的啊，来。好，调整好角度，来一发金环冲刺，貌似没冲到僵尸，我真的是哎呀，黑不拉几什么都看不清楚，真的是服了啊！怎么跟那个红圈走啊？哎，发现个奶奶，我们来打奶奶，来一发把奶奶给冲死啊！他奶奶就被打死了呢。好，好护盾成功冲突，你看我嚣张就完事儿了啊！很会跳啊，开了 BB， 我没我莫心的一路啊！专杀蔡依林，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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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狂冲刺冲一发，冲一发，冲不死你是吧？憨憨赤剑呢、啊？哎，怎么在倒立啊？肿瘤在，我操！哎呀，笑死我了！这个僵尸啊，处于一个半自闭的状态啊，整把都抓不起来啊！咱们开个红圈啊！恶魔兄弟来，禁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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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地罚站吧！你被无人机炸飞啊！来点死 ，OK， 这把是15，可以疯狂杀戮啊！那么还算可以吧，这把杀了15个僵尸啊，咱们那个兔子的话没有白玩啊，看看下把的运气如何啊啊！我下把就被赵犬的青马给感染了啊，上把玩兔子被赵犬发现了是吧啊，这话咱们就一个炮台尿你一倍啊。好，咱们来跟抓一个倒霉蛋啊，看看是谁在炫富啊。哦，口口人就是你了，哎，咱们在口口服抓了一个玩口口角色的口口人，没毛病啊哈！变个他妈的坤坤真的是憨皮僵尸啊！好一个萌新，他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我他妈来了，我操，这没抓到，喜欢点我是吧？你妈的啊，还没发现我，那你的 S 就是我得了啊！还有你小子点，继续点是吧？啊，你帮别人点，那有人帮你点吗？你不然得死。啊，憨皮恩呢？啊，这会咱们变成个小坤坤呢？啊，你干嘛？嘿嘿呦，胯下 ，what the fuck？ 特点狙吗？我靠，真的是操了，我绿雷没了呀！一把就一颗绿雷呀！这不是生化 Z 上面那个兽炉增值功能啊？咱们过去送了吧，送了吧！啊，憨憨僵尸玩不了一点，玩不了一点，换个僵尸。啊，变个恶魔小表弟呢？啊，待会再变个大肥啊，变个肿瘤仔，变个赤剑啊！憨憨剑是源源不断给你疯狂的循环啊！不过貌似快抓完了这把啊，还剩一个在的话，不知道到哪去了，在管道里面嘛，大笑话已经沦陷了呀。让我看看啊，好，这把号是三 K 啊，什么 MVP 都不是，逊啊，嗯。哦，这把话给了一个炮台加国服答辩三件套啊，我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啊，我感觉口口服的话他这个毫无趣的概率还挺高的啊，哎，但到了国服啊那就不一定了啊，
随到好武器，那必须是您已备啊，尤其是天使吕布加兔兔啊，高危武器啊！我找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啊？上阿荣口供，想过来跟抓我是吧？啊 ，Stay away from me！ 他好像不是母体过来吓我啊！真的玩这个模式啊，你一定要留意那种开局故意靠近你的人啊，很有可能会被跟抓啊！你有身份上的话，你开始就知道自己是不是母体啊？哦，箱子的位置恰到好处。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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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菜加炮台，他没有看到我这个寒寒水泥装备，这是蓝狗僵尸啊。口口福的小的话是那个吊车工啊。好，来后背暴击，后背暴击，偷一波 S， 偷一波 S。发现我是吧？除非啊，除非啊，还敢狗分啊？你分都狗不到啊！来一发碎发现的话，没有抓秒杀啊，咱们现在是大帅呢。嗯，好，来送你一颗炮台，蹦蹦蹦蹦放炮战喽啊！残血，卧槽，我个女王差点把我抠了啊！来，兄弟们，苏三诺，我没有魔性的一流啊！去死吧，你个宰人女王！哎呀，箱子的位置再次恰到好处，我先把炮台给布置一下啊，不然炮台没了啊！别急，别急，别急！我的，我操，他妈就一个蛇夫剑呀！啊，一个女王的话，她没有发现我，咱们也不管她。一个肿瘤仔的话，咱们直接起飞啊！蜘蛛女郎上线啊 ，Spider Lady 啊，上天下地无所不能。哎呀，一个坤坤在挂机呢啊！你干嘛啊？怎么不动了你啊？动一下好吧，动一下好不好？飞舞扣扣人啊，玩电视机挂机啊，就挂，还开着手电挂机啊！你看我十米大刀抽不死你就完事了啊！不是手电是真的刮痧呀！我靠，太刮了吧啊！堪比种菜了都啊！不过比种菜还是要好一点点啊！好，咱们先勾一波起飞！我操，电视一点都开了，不都 BB 来嘛？给 yes， 给 yes， headshot double kill， 再来一个 triple ki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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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邦比都砍不死了吗？啊！被奶奶打，被奶奶打，被奶奶操！再中奶奶真是拉的这么准，哎呀，好怪这蛇附近啊！不过总比种菜要好啊，那个是真真正正的传奇之耻啊，砍不动一点僵尸，开了都砍不死，哎。让他们变成个邓紫棋，我先起飞一波啊！有蜀神的话有点不好过去，我操！我死，我死，我死！真是操了就，怎么一下就没血了？不是进化了吗？好，咱们气攒好，他就跳一波，他就跳一波，就把抓完了。他杀了九个僵尸，什么 MVP 都不是，太逊了啊！这话是咱们国服的标准四件套呢。不过给了个五一座的锤子，还是可以玩一下啊。有一座武器的话，总比没有好啊。啊，咱们先去大楼，先去大楼。你小子不是僵尸吧？先保持好距离。哎，好，咱们吓他下，吓他下，吓他下。哎，被吓到了弟弟啊！那不开武装是吧？嗯，那没意思了。好，咱们在室内刷了红箱子的话，咱们不考虑啊，不考虑啊。室内的话，咱们一般不要去啊，凶多吉少啊，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啊，全是佛点的室内啊，尤其人质房那一块。好，一个小曼比过来，咱们先跑喽。箱子的位置恰到好处，晴空倒射，我操，资助，我可是一名老飞行员，起飞，我的发十遍把这大桥练的十。好，咱们赶紧跑，远离大桥啊！别急，晴空在手，天下我有，你小子居然冲了过来，资助，自飞，箱子的位置恰到好处，完了，一个蓝牙棒的话，咱们去守大楼，我操，就挺紧呀，你小子啊，喜欢追我，一榔头砸下去还不死，倒头就睡的邓紫棋啊，很会跳是吧，你小子，还有个小啊。哎，兄弟们，这个点位堪称无敌，僵尸根本就上不来啊！快跟我比划啊！得住！我操啊！现在为什么说这个蓝牙棒是 T0 级别的武器了吧？比吕布不知道像到哪里去了啊！吕布的话都不行啊，完全不行啊！来，小锤40，大锤80，给爷去死！开个六！不过他这个冰锤的话，遇见不吃六的，有点麻烦啊，是六白开的。来个小斑比，我操，他妈又被拉，真的被拉的吗？我操，牛逼的奶奶真的是太强了吧！好，稳住，墙角战神，我操，没了，这能被拉下去，我是没有想到的，有点东西啊，这奶奶啊。哦，这话有个天区啊，是个小飞啊，是个中型飞行员啊，哎。兄弟计划是小飞行员，天计划是老飞行员啊！再起飞一波，
有天气的话咱们捡钱都会比较方便一点，你看我上天下地无所不能。好，送他两个炸雷，那到了的话静观其变啊，坐等箱子的位置恰到好处啊。室内箱的话咱们一概不考虑啊，一概不考虑啊，室内的话非常的危险。好，还有没有复活点，没捡钱上来，又刷室内，是老刷室内干什么呀？哦，红箱子的位置恰到好处，我的兔兔黑洞加无人机起飞，兄弟们，这一把，我操，这不对劲啊！这红箱子的概率啊，对吧？这红箱子不应该是砸答辩武器吗？什么红血器、红鲨鱼、红蓝魂、红魔剑的，怎么是这个玩意儿呀？牛逼啊，牛逼！我操，这佛点啊，去死吧！你重拳出击带走。操，无人机汤没了，哎呀，这个不过好像只剩一颗了啊，无所谓了。咱们还是老样子啊，在这个经典图文点位坐等僵尸尸变啊，先科学演示一波，然后等出能冲能啊再去嚣张啊。然后 Hof 的话他是没有白动的，他没有白动啊，他只有黑动啊。来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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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臭大肥点肉啊，先不管大肥啊。好，又刷箱子啊，这把不贪了不贪了啊。来金光冲的冲一发，撸个串给大飞，撸个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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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全是大飞人的视线，得住得住，他妈两个鬼手开了一波 WB 给 S headshot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multi kill， 还得是兔兔，还得是兔兔，真的是刷屏效率杠杠比高。好，还有肿瘤在，肿瘤在啊。好，表一好冲飞啊，想过来抓我门的没有，叮叮叮叮叮叮叮，马上就可以七八个天。操，我操我操我操，滋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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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洞好垃圾，黑洞好垃圾啊，射速又慢啊，换弹又慢啊，充能更慢，真的是啊，白洞永远低神啊。啊，别急别急别急，稳住稳住稳住，七八天色进去吧老弟，滋住滋住滋死滋死滋死，再一发金环冲刺冲死，还得是兔兔，还得是兔兔牛逼呀！啊，就像我说的，生化 Z 里面强那不叫真的强，那是技能好，哎，有技能加持。生化三里面能刷屏的武器，那才是最牛逼的啊！好，来资助资助资助啊，小表弟小表弟啊！我的妈，这复活点他妈互动没了，互动就这么没了吗？真的是啊！不过时间话也所剩无几了，咱们回大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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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藏功与名！我的妈，最后一秒被抓，真的是我唉！这把话24K是沙地的 MVP as usual， 看看运气如何啊！永恒目光加一个。Myself wondering, what did happen to the last 10? I ran away with my life fast forward, never turned back again. It's kind of funny that the more we pass time, the more we need to set them rewind. And 19 was the year I had to leave you, but now I'm seeing all the signs.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This really happened here. I can't be too sure, but one day I'll be yours again. Lif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11 get something from nothing. I sit here looking for a
something from nothing. Lif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11 give something from nothing. Lif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11 give something from nothing. Life changes just open the door. One thing's certain, I'll always be yours.啊，一个大肥啊，一个大肥是小黑子呢啊，怎么和这个可可夫的厨师大肥达成合作呢啊？哥哥负责下蛋，大肥负责烹饪啊。你看这大肥啊，胸前的红领巾变得更加鲜艳了呢。我们再狗一波带分啊，有人帮我算一下这把狗多少分吗？啊，帮我算一下啊。尽管哥哥已经凉了，但小黑子永远爱你啊，这才是真爱粉，知道吗？这大肥就一直在扔啊，一直在扔这大肥，哎，扔不腻的嘛。咱们继续狗坟，继续下蛋。哥哥这把下了好几个蛋了，体力都快不支了，兄弟们，体力不支啊，哥哥快死了，就400滴血了，哥哥，哥哥真的是太伟大了啊！再来，啊，没时间这地方啊，哎，兄弟们帮我算一下这狗多少分啊？狗多少分啊？我没算啊。看这把嘟嘟的运气如何啊啊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呀啊！小玉影木海皇家双剑啊，感觉没什么区别，好吧啊，中规中矩啊，中规中矩啊。不过你们可以发现啊，可可夫再怎么拉胯，你开局至少有一把武器啊，是个金冠的，至少是个金冠的武器。到了国服的话，那就不一定了啊，全程国服打变四件套玩不了一点，而且国服的这个模式啊，是有挂壁会刷枪的，知道吧？把把他妈刷神器啊，玩的很恶心啊。好，咱们来后背暴击，后背暴击，后背暴击，还得是啊！我靠啊，这么高伤害啊，牛逼啊！双剑啊，双剑戳一下脆皮还是可以的啊，完全不怂啊！好，现在的话需要大乔被秒剪啊，这合理吗？怎么能刷大乔呢？啊，刷室内我都不说什么了，好吧？哦 ，nice， 我的兔兔到手！我们当做无事发生呢 啊！我最后一把又被赵犬的青马感染了，我直接退房，把母体送给思密达兄弟。